不公男孩的 Vlog 一，我看评论区一天到晚好威武好威武的，我还以为你们在夸我呢。完了之后问了我姐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说栗子姐有秘密吧。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今天我把威武哥给约了出来。那个不是啊，你先说吧。我还能说什么？栗子闺蜜可以啊，还派出个弟弟啊。这事儿跟栗子姐和我姐可没有关系啊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这事儿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？确实和我没关系啊。不过威武哥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啊？你说什么？喜欢就勇敢点啊，不然再过几天我怕栗子姐就把你忘了，反正我照顾的也挺好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别动手啊，是我姐让我搬过去的，你要还喜欢她，我可以帮你。助攻男孩的 Vlog 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干嘛？这样不好啊！你就听我的吧，没错。你先在这待着，栗子姐很快就回来了。啊 ？Moments later， 你栗子姐，你回来啦？嗯。你要搞什么鬼啊？栗子姐今晚想吃什么呀？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？你会做饭？那当然啦，不过我带个朋友来一起吃，没关系吧？行吧。兄弟下来吧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。助攻男孩的 Vlog 三，该怎么去形容。玩啥吧弟弟？哎呀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栗子姐应该是不太好意思吧？栗子姐，栗子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哎呀，栗子姐，我都知道你们的事儿了。所以呢，你叫他过来干什么？你们这样就很没有必要啊！先一起吃个饭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嘻嘻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哈。用你给他夹菜吗？他想吃是这个。不公男孩的 Vlog 四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你不打算住这？你想啥呢？可是，哎，做菜还挺好吃的，那我有机会再来尝试你的手艺吧。啊，行吧。走了。是只需要你这么多的吗？没有啊，都是我本人一手操办的。一个小朋友火箭台的，我才不是小朋友。要我说，你们俩的操作才有用。说什么呢？把鞋给我脱了。我做的饭。那又怎样？助攻男孩的 Vlog 五。谁呀、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蹭饭啊。蹭饭？那你还怪客气的，还带了礼物啊。要什么？干嘛？多了你啊，这是我换洗衣服啊。你想干嘛？你不会想在这儿住吧？有什么关系？我之前就是住这儿的。现在我住这儿。谁啊？栗子姐，你看看他。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我没有找到住的地方。那你要么跟对睡一间？什么？我才不要嘞！好了，我跟你说什么？你吗？像他们做梦一样。助攻男孩的 Vlog 六，你不是吧？闪电侠，一声不吭就搬过来了？你自己说要帮我的。那这不是得循序渐进吗？你这样都给我整不会了。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嘛。你干嘛呢？没干嘛，没干嘛。你给我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干嘛？你就不会主动点？